睇戲我冇乜要求嘅，聽到聲啦，夠清唔蒙就得噶啦。所以咧，我平時用手機睇戲都覺得唔錯啊。都不明點解你哋仲喺屋企睇話會好好多。播上電視又麻煩，如果要有好效果，不如去戲院睇咪仲好。唔係，可以好方便，連喺屋企睇都好過用我嘅手機睇，連戲院都好得過。冇可能，播我呢條片試下。哇！點解做到真係好似戲院咁樣？啲嘢飛嚟飛去。不過呢啲嘢應該好貴，我應該買唔起嘅喎。現時科技已經進步到一條三巴都可以做到戲院相近嘅感受㗎啦，所以唔再係你從前嘅體驗嚟嘅喎。如果可以咧，再安裝到一部影音嘅擴音機，連埋一個 5.1 或者 7.1 嘅喇叭系統咧，即使係入門嘅機種啊，只要配對同埋擺位得宜，完全可以俾到你戲院嘅體驗㗎，而且仲可以用嚟聽埋歌添。最重要的是入門門檻非常之低嘅，成套音響器材最便宜都是10,000+已經可以做到，要求的空間又不多喎。好似呢一套安橋嘅 TXNR696 加 Mission 嘅 M Cube 咁樣啦，出邊加價其實只不過係10,000左右，同部手機差不多價，對你雞蛋妹嚟講冇難度啦。點解冇啦？聽到大雄把聲噶，死啦！我唔係黐咗線中咗毒啊！如果想同我一樣中毒咧，就記得俾個 like， 俾 post 76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， 記得撳埋鐘仔，咁就有好嘢俾你睇啦！喂，你講埋我句對白，我咪冇嘢講。